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简易厨房大挑战 I'm Mavis。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对象呢，就是在过年期间令人闻风丧胆的家庭杂饼啦。家庭杂饼净重1340克，连贯接近2公斤，楼高4层，每层44块，合共176块，凭住巨大的份量，名列过年送礼恐惧之首。我哋今日咧就跟住网友嘅建议，睇下点样可以消灭佢啦。